是季晨，就不浪费时间做自我介绍了。我来新艺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一年内业绩翻倍。我叫周天，我曾经是名运动员，即使受伤退役，也要在体育经纪人行业发光发热。你有没有见到一只猫？你这个不省心的家伙，怎么又离家出走了？我要跟你聊一下球球的体重问题，就是要惯着他。球球他还是个孩子啊，他都3岁了，换作是人，他都算晚婚养育了。明天开始，他的饭量减半。做经纪人，全年无休，24小时待机。谁怕谁啊？他就是个威胁体，谁靠近他谁倒。齐总，离我远一点。有压力才能够成长，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职场精英。你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会开车吗？我是极品飞车金牌选手。那只鳄鱼又怎么样？那只鳄鱼又精又坏，蛮不讲。你还要跟鳄鱼讲道理？10点之前，帮我把会议流程的文档整理。这个凌晨1点给我，这个凌晨2点给我，这个凌晨3点给我。不要跟这种冷血的低级动物一般见识。苍天啊！你们动物园的鳄鱼这么难驯啊？我一定会和恶势力斗争到底，干柴烈火，共处一室还不会？我阿波想睡。谢谢婆婆。声音，桑的就是周天，我就是他口中的鳄鱼。